它不仅体现目前两岸最需要的一件事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希望借由融这样的一个字啊，大家可以互相更进一步的去了解，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进行在两岸之间有利的一些事情啊。所以融我们都知道，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它谦和圆融，融合，那么重要的就是那么圆融，我们互相之间大家理解之后啊，就一定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，相信这个字一定会带入明年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。